哇，张晨，你帮谁送食物来了？孙小姐家的猫咪。孙小姐家的猫咪哦，弟弟，那是谁的食物啊？孙小姐家的猫咪的食物。孙小姐家猫咪叫 Leo 对不对？说 Leo， 我们把你们的食物送来喽。孙小姐不在家对不对？好，我看不见。好，我看得见啊，真的吗？那没有关系，我们等孙小姐回来再来看 Leo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你跟孙小姐讲说，孙小姐你们要赶快回来哦。因为 Leo 在外面都跑来跑去，等一下。嗯，有可能我也看不见哎 ，Leo 有没有在里面？我看不到哎。是哦。哦。好。在他们家的客房。你刚好在他们家客房是不是？难怪看不见。弟弟，你有看到 Leo 吗？没有。没有哦。好啦，那我们跟 Leo 说拜拜啦，快点。没有了。因为我们要回家了啊。你说 Leo 拜拜。Leo 拜拜。哦，好 ，Leo 拜拜了，走了哈。